10月22号，伍佰一袭黑色正装出席某代言活动。早在2007年时，伍佰在歌曲《你是我的花朵》中独创花朵舞，掀起热潮。即将发行新专辑的他，曲风的选择也是颇受关注。不跳舞了，不跳舞了。对，这个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那么好的回响，对，所以不可以再做同样的事情。这个一个就够了，而且跳了那么久。对，我是 rocker， 不是 dancer。最近卷入胖达人风波的小 S 曾经和伍佰有过合作，问及感受，伍佰力挺小 S。没有，他很厉害的，他很，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是一个很有礼貌，而且很真诚的一个人，所以我相信他的那个气啊，一定可以度过这个关这样。对于近年来艺人代言问题频出，伍佰则直言错不在艺人，问题在商业机制上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